马上过年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置办的年货吧，讲讲。这是我贴的窗花，那个大李子鱼像不像我爸？我还贴的跟拔罐似的。洗字是啥呀？前天朋友姐给我送过来，我寻都红色贴呗就。热你！大过年的厕所也要洗清呢。谁大过年的灯笼挂厕所啊？还有这个呢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上厕所寂寞啦。上面呢？妈，这洞里得雕花啊！去边去，人家耳鬓都雕花了。最重磅的年货来啦！喜庆的 Daddy， 过年帮小猪走动吧。好、哦，你要干啥？一个太心摸了，我又找了两个。阿姨救我！妈，这是小猪头的年货，给我一口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我新买的麻辣王子，正宗麻辣味儿，吃上就停不下来。人家在麻辣辣条全国销量里可是打头的。这次新推出的龙年礼包，太适合过年的时候跟家人分享了。哎，你别打岔，你赶紧给他俩松开。别提了，抓饭啥时候给我累过这样，等会儿吃两口歇会儿。过来，妈，闭了。该。抖音。